都怪我昨天跟他喝酒喝太多了、啊，自己我都讲出来了。你不要看他酒量很好哎、欸，但我们今天不是要介绍他酒量好，今天要介绍他歌唱得很好听，大家说对不对啊？其实我们在他前面，我只是因为怎么样？他晕车了，晕车啊？对，从屏东过来就晕车了。我们要讲一下金斌呢，他是华侨，刚才我们有介绍到，是，但是他真的是一位非常非常棒的男人。他说呢，他为要拿台湾身份证，他要去当兵了，十一月要去当兵，掌声鼓励鼓励，拍手，太棒了，好，是是是。那当然呢，今天你要回报大家，就多唱几首歌曲哈，当然，对，因为大家都非常的喜欢你啊，就是在这首歌曲，哇，好多朋友都非常非常喜欢。我们看那个《梦时代多么的爱你》，还写了一个2010年年度 KTV 十大经典 K 歌，转身之后主唱是谁啊？就为大家带来这首歌曲，好不好啊？好，掌声鼓励鼓励，谢谢。谢谢大家。